儿时世尊从肉髻中用百宝光，光中拥出千叶宝莲，油画如来坐宝花中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世尊释迦牟尼佛从他顶上啊，这个肉髻的中间，拥出宝光啊，用百宝光啊，拥出来呀、啊，有百宝这么多种的光明，光中拥出千叶宝莲，在这光里边呢，又拥出来呀、啊，这个千叶宝莲。这个千叶宝莲呢，就有化如来，有一个化身，如来的化身，坐宝花中，坐到啊这个百宝莲花这个千叶宝莲上面，顶放十道百宝光明，一一光明皆变示现，十恒河沙金刚密集青山池处遍虚空界，顶放啊十道。啊，百宝光明，这个是哪个顶呢？是这个化如来呀。这化如来的顶上又放了十道百宝光明，啊，一光明皆遍示现，这一每一个光明啊，都普遍示现，示现到什么地方呢？尸恒河沙呀，像尸恒河沙那么多的国度去。金刚密集，这个时候又有金刚密集，就密集金刚，就护法，青山手里呀、啊、拿着山，哦，持杵啊，手里托着山又持着杵啊。今天你们看见打开那个那一包有这么长一个，那叫杵，就是韦陀菩萨拿那个，那也叫杵，遍虚空界呀。啊，整个虚空都充满了。大众仰观，为爱见报，求佛哎呦，一心听佛，无间顶香，放光如来，宣说神咒。大众仰观呢、啊，这个再会啊，大菩萨、大恶罗汉呢、啊，大比丘啊，这些个大众都仰观呢、啊，仰起头这么往上看啊，看这个佛顶啊。化如来呀，这样子，为爱兼报啊、哦！有的人呢，哈，看见这个化如来，就生了一种恐怖心，畏起来。又，但是啊，又有一个爱，很这个爱这个如来的啊，有一种爱心。这种爱心呢，并不是像这个男女那种爱心，这是真正的。没有一种欲望的爱，没有欲望的爱，兼报啊，这个又恐惧又有一种爱敬之心，这两种心呢，兼而有之，这叫兼报。求佛，哎呦啊，这时候大家都求佛啊，哀怜呢，而护佑，而保佑着，一心听佛的大家都是一个心，就是一个心呢。来想要听佛，这无间顶相，在这个化如来呀，这叫无间顶相啊，放光如来啊，无佛这个肉髻呀，这又叫无间顶相，所以呀，在无间顶相这放光如来呀，宣说神咒，等这在空中这个化佛呀，宣说这个楞严神咒，无间顶相啊，就是佛那个肉髻。肉髻像啊，就叫无间顶像。在那个无间顶像上头啊，用百宝光，光中拥出千叶宝莲，空中又有个化佛，哎，就这个肉髻像啊，又叫无间顶像。他这个名字就叫无间顶像，他因为。一般的凡夫啊，见不着这个所见这个化佛如来呢，都是当时正果的一些个圣人看得见，凡夫看不见，这叫无间顶相。这用百宝光啊，这都是一些个正果大阿罗汉看见这种境界。
一般的凡夫你是看不见的，这叫无见顶相。在这无见顶相，就是有这化如来，这化如来呀，说这个楞严神咒，所以这个楞严神咒啊，不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肉身说的，是拥到虚空里他那个化如来说的这个神咒。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放光如来选说这个神咒，这个文，这个咒呢是没有人明白的，那么也不能啊一句一句的，一个字一个字去讲去。不过如果你想要明白的，我可以啊勉强啊讲给你听，但是不是这个时候，因为咱们这个楞严经啊，如果讲楞严咒，单这一个楞严咒啊，一年也讲过，甚至于三年也讲过，甚至于十年也讲过，那么在这个期间呢，不能完全讲。那么现在我把这个咒的大意啊讲一讲，这咒个大意啊，它有五会，这五会呢就表示这个五方啊，五方就是东西南北中，东方就是金刚部，就是恶楚佛为教主，南方就是宝生佛，宝生部，宝生佛做教主，中央呢就是佛部，佛部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做教主，西方呢就是莲华部，莲华部就是阿弥陀佛做教主，北方呢叫结摩部，结摩部就是结摩佛为教主，这分开五部，因为这个世界呀有五大魔君，东方也有魔，南方也有魔，西方也有魔，北方也有魔，中央也有魔，因为这有这个五魔，所以呀佛也分开五方就镇压的这个魔，如果没有佛呢，那魔呀就会出世，就会出现了。现在这个楞严咒啊，这也表示五方，也就是表示五部，代表五部。那么这其中啊，这个楞严法咒的法呀有三十几种，这是大概的，要按详细来说有一百多种。那么这个法有这个成就法，成就啊就是你念这个咒啊，你求什么事情，求什么愿呢，你想求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的，这叫成就法。又有增益法，增益法就是增加那个增，益呀就是利益那个益，增益法。增益法呢
就是你诵这个咒啊，对你自己有所求也可以增益，对旁人也可以增益，增益法。又有呢，勾照法，勾啊就是这么一个勾，这个勾，照呢就是叫你来，这勾着你呀、啊，把你抓了。这勾照法呀，就是把你抓了，抓什么呢？你一诵这个咒啊，把那妖魔鬼怪，他无论乡里呀、啊，距离几千万万里，都可以被他抓来。比如。他害人，在这个地方害人，害完了他跑了，跑了，用这个勾照法呀，他就乡离多远也可以把他捉来，把他就像差人呢，到那儿就把他捉来，像警察似的，去把那个犯人就给捉来，这叫勾照法。因为降伏法啊，这个魔啊。他也有神通，他也有咒，你呀、啊、念咒，他也念咒，啊，他也有用神通，但是你用这个楞严咒，就把他所有的这个咒都给他破了，给他破了。那么破他的咒啊，我以前对你们大家都讲过，其中有几句啊，这是破魔罗网的一种咒。也是破魔的咒术的这个咒，我有教过你们，现在我不妨啊再教你们，有没有学过的可以用笔把它写下来。这几句呢，破他人的咒术，破这个邪咒的，为什么这个楞严咒一念，那掀翻天咒就没有效验了呢？就因为有这个五大心咒。这五大心咒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持陀尼、厄伽拉、密力柱、波利旦拉也、宁竭力这五句呢，就叫五大心咒。这五大心咒呢，是破魔天魔外道一切咒术的这根本的咒。你他无论有什么咒，你这一念这几句就都给他破了，他那个咒就没有功效了。我这个法啊，我如果要卖钱呢，卖几百万也我也这个我也不卖给他。不过我看你们都有点诚心呢，我这一个仙也不要，也得传授给你。那么这是啊，就是降伏法能破他外道法，这是降伏法。又有这个喜灾法，喜灾法，你有什么灾难？本来应该这个人呢，掉海里淹死，他一念这个楞严咒呢，就把他劫过去了，掉到海里也淹不死了，或者你应该呀。搭船，这个船会沉了，念这个咒啊，这个船它也不沉了。或者坐飞机，这个飞机呀，在空中应该爆炸，你念这个咒啊，它也不爆炸的。说这个真是神乎其神。我从缅甸呢到这个泰国。那一段的航空线呢，很危险的，我又面临到泰国那一趟呢，在那个飞机上，那个飞机也没有摇，也没有晃，那个驾驶员就说，怎么这一次这个飞机这么平稳呢？但是他不知道哦，那时候那个天龙八部，诸佛菩萨都在那个飞机。左右前后那么护持着，这有这个喜灾法，你明明譬如有什么意外的事情，就能把它
由大呀化小，由小的化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多数有惊无险的，有惊啊，恐怖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。所以你要念这个楞严咒，这叫起灾法，就是消灾。又有吉祥法，吉祥啊，你念这个咒啊，啊，一切的事情都随心如意，很吉祥的，非常的吉祥。就是有这种种的法。这个咒啊，如果要说它的好处，那简直的说，就是说几年也说不完的，这太多了。不过我把这几种法呀，这几个意思给你们讲一讲。